最简单的食材往往能烹饪出最美味的美食。红油豆瓣和豆豉，老豆腐，葱末姜末，大火，锅中水开，下入一点盐，老豆腐焯水至30秒，中火，锅烧热，下入自己熬制的猪油，油温5成热，下入红油豆瓣和豆豉，炒出香味，加入葱姜末，炒出香味，加入适量的水，水烧开，下入豆腐，再次水开即可。一粥一饭，当思来之不易。这是大自然馈赠最好的礼物。